立法會選舉臨時選民登記冊地區直選有大約447萬選民。12月嘅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由以往5區增至10區，其中新界西南選民人數最多，有近51萬人。其次是新界東北有大約48萬人，港島西登記選民最少，只有37萬人。10區的新登記選民以九龍東最多，有大約1萬人。功能界別方面，有大約22萬個選民，以教育界最多，有85000人。其次是醫療衛生界，有55000人。